把账本交出来，我或许可以饶你一条活路。吴先生，吴先生饶命，账本就在我怀里，你自己来拿就是了。主君，主君，主君，主君！啊！ 你果然还是来了，你此行的目的可是为了这账本。你已经拿到账本了，可以放我们走了。哼！我若是不放呢？陆相公生在怀中，跟我弟弟亲家。若是今夜我们二人死在女院子里，恐怕实也难辞其咎吧。 你是有情敌，可他呢？小贼惯偷，穿墙入户，盗我屋中珍宝，即便是乱棍打死，又能如何？至于你，我院中抓贼，你一个妇道人家硬是凑上来，若是断了条腿，瞎了只眼。 不也寻常吗？你敢！给我打！住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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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慢着！你就算是挟持我，你也逃不出这绣楼。让他们放人。 快走，别管我！你今日就算逃得了一时，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追！等等，往这边追会扰了宾客们，你们从前门追。 那边是，其他人，给我搜！是。
朋友。李春芳。李春芳。春芳。你秀才。李春芳。田小玲在青山庵等你呢。田小玲，你不能让她失望的。桂花灯，是这个吗？去接他。好，好。